刚才啊，刚才，在临牌上力的时候，发现突然，后脑勺，头顶上啊，头顶痛了一下子，头这样痛了一下子啊，头这个突然，突然看到一个，大雁站在头顶上啊，站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子啊，休息一下子。刚才听到这个消息，拼命背，拼命背啊，一定说还有机会啊，他休息一下子，哎，对。也代表啊，不然的话，他都一点没休息的话，也是很危险的事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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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菲利那边也知道这个事情了啊，也知道这个事情，他们会后面会改进啊，就不发出那个声部来，在搅拌的时候不发出声部来，或者缩小片区啊。缩小范围，缩小片区啊，反正走路看过啊，他们也想好后面的方案啊，也想后面的方案啊，也想后面的方案啊，脖子紧了啊，本来啊，现在那个大爷得到两边得到消息以后，大家都放松了啊，大家都放松了啊，哎呀，放松了，脖子也软下来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